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人气也非常高，男单项目上获得银牌的美国选手法里斯。今年四大洲赛男子单滑的亚军获得者来自美国的法里斯。昨天是情人节，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喜爱他的粉丝呢是一个莫大的欣慰。不过所幸他今天在表演滑上滑的这个曲目，假如当我是你的男人，这个曲目呢是一个分手之后对当年热恋场景的一个回忆的略带着忧伤的曲目。